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Rice 妈咪。谢谢今天被邀请来做些小小的分享。我的 Rice 从2岁就开始进入 3Q 复利华，至今为止已经4年了，他都很开心的学习。当初会选择 3Q 是因为朋友介绍，而且离我家也很近，我上下班也有经过，所以我就把孩子送去 3Q 来就读。我觉得 MRC 课程最大的优势是闪卡，让小朋友可以很快的认字，还有 MRC 课程也提供了才艺比赛。让孩子们可以在舞台上吸取经验和彰显出他们自己各方面的潜力。从孩子入学到现在要毕业了，我觉得他成长了很多，在读书方面上学习很快，吸收力也很快，他也比较大胆地表达自己，不会对外陌生。这里我要感谢院长和老师们，谢谢你们给我的孩子们有一个那么棒的学习地方，让他们都感到舒服。还有院长和老师们的细心照顾和耐心，让孩子们都开心的上学，我也可以安心的上班。